在台湾犯下相尸命案的香港嫌犯陈同佳，在早上9:02出狱后呢，就在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的陪同下坐上车，前往位在香港何文田的一处私人住宅。那么陈同佳出狱当下，虽然表示自己愿意来台接受司法审判，而这两天也一直传出陈同佳将会在出狱后直接搭机前往台湾投案，但是今天中午牧师管浩明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，直接表示陈同佳今天不会前往台湾，他目前还需要时间整理情绪，沉淀心情，顺便见见自己的家人，希望大家可以再等几天看看。而管浩明也表示，陈同佳目前人已经不在何文田金氏博山的这栋豪华的安全屋里，他会暂时找个安全隐秘的地方休息，但是对于确切的来台日期以及陈同佳目前详细的所在位置，管浩明呢也没有做出说明，只是表示虽然陈同佳做错事，但是呢不希望他成为政治筹码，希望外界能多等候几天看看情况如何。